江嘉玲，你是在变啥棒？安尼你感觉认袂出来？我是包大人包青天，下跪！我是鬼灭少女米豆子。阿铁。美人鱼是海洋公主，嘿，螃蟹有剩啥？你是起笑了啦？啊，你讲多不爽啊？你叫我跳的啊，这就是螃蟹舞啊！出来哦，我给你买你想要吃的汉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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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大虾兵，快了！江嘉玲，你是在变虾棒？安尼你感觉认袂出来？我是包大人包青天。啊，你看，什么鬼上身啊？什么你失踪的查某囝？张嘉玲根本就起笑啊！包青天都已经过用几百年啊，哪有可能负心伫咧张嘉玲的身上啊？哪会无可能？我今仔就是要恭喜你一个，偷看遐个真诶，你较清醒一点啦！张嘉玲是你啦，既然一错再错，甲这个情绪做伙，欺压民女，无戏善走，哇呜！你也是讲假鬼假鬼，我对你无客气啊！透我这么好讲话，讲因签签的，啊，若无我也给你的日子真歹过。鬼灭少女米豆子，阿铁，你你都拢签啊，那也不爱搞出来。只要你听话吼，你要提啥物物件，拢随在你。真简单，带我出去耍，我若耍了欢喜哦，我才会甘愿甲这给你。啊无，我著甲拆拆拆拆。安尼好了，你即马先跳一段螃蟹舞好啊。反正你跳一个点咪，你就想要食，嗯？我考虑遮久。敢讲你是不爱跳啊？啊是你已经恢复你的本尊张嘉玲啊？唔敢假笑。啊，我是美人鱼，是海洋公主。嘿，螃蟹舞算啥？啊，你爱拍拍手，我才要跳啊！你是起笑了啦？啊，你讲多不爽啊？你叫我跳的啊，这就是螃蟹舞啊！